刚才那位托儿，他是我的老同学，他曾经劝我把人戒了，跟他一同去考试，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，他现在是扣我，这是残忍。那你为什么不想想他呢？谁呀？
Thank you.
好了，我等你好。
要你先拿回肉里面的仿钢刺，吃完你再来拿。是的。
你能这样鼓励我，我潘大姐一定要好好去做人。我现在对月亮。